当南方朋友在东北点烧麦不听劝时，哎，大白，啊，我带你吃点烧麦去啊！你不是说烧麦都是主食吧？主食哪好吃啊？好的，这个不一样。反正出来也是吃烧麦的，那就来个十笼，我们一人五笼，可以吧？哎呦，差点没把我抢走！不是你有病啊？十笼咋又变成三口一头猪啊？什么三口一头猪的？我来东北之后胃口明显变大了，好吧？不，你吃不了啊，这跟你们南方的那个一笼仨包它不一样。妹，这什么包子啊？你讲个哈搞啊？行行行行，点点吧点吧点，反正我就吃一笼，剩下你自己吃完啊。哇，一下子就。就来这么高，这一笼得多少个呀？说了这么多你不信呢？这一笼是我的，剩下都是你的。快尝尝，快尝，嘎嘎香。香不香？嗯。今天啊，爆油啊，好多肉啊！再尝一尝，哎呦，嗯，好吃到做手指。来，咱去吃吃。你哪有做方便面裤子的？哎，让你吃你就吃呗，嘎好吃，啊，尝尝，味道咋样？嗯，好吃吧？嘎嘎好吃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啊，我一屉就够了。都说你吃不了这么多，还点这么多。那我哪知道他有这么多呀？一笼十二个，又够吃一桌了。当南方朋友第一次在北方吃烤羊腿，啊，来烤羊腿吧。哎，太难心了，一个羊腿两个人吃啊，要两个。啊，我听我的，一个绝对够了。两个，你信我一回。啊，那信信，那就一个好吧，信一回，再加多两个菜。哎呦我的妈！人说那记吃不记打，哎，呀？听听这滋了冒油的声音。哎呀，我去，太香了哇！试一下啊！哎，用啥筷子呀？你直接拿手上手吃香。哎，不用那么重，哎，不用不用，听我的。哇，那米好酥脆，烤了刚刚好入味，加加的那个辣椒面加芝麻更加香。这肉好嫩啊，我的妈！喏，快乐就是当你。你知道吗？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来，你尝这个。你配肉啊，你多吃蒜呢。精髓是眼没学到的。哇，是不好吃啊？打开惊天地啊！加凉菜干啥呀？你吃蒜又吃肉的，一会儿被吃坏肚子了。太腻了。哇，爽，还是他会享受。来，你来啃一口。你来吧，你来吧，我来不了了，吃饱了。终于给干趴下。朱文老板要个胶带打包吧？胶带不是你要胶带干啥呀？那那么多没吃完的不打包吗？啊，胶带给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这个胶带啊。当南方朋友第一次在北方吃驴肉不听劝时，再来几个驴肉火烧吧，你肯定没吃过啊。找那个吗？我们驴摊肉，再来个青菜。哎，这几个菜够吃了。你这就一份肉就想让我吃够啊？我再看看，来个驴肉拼盘，孜然驴肉一绝。我就要这个，我看看有多绝。再来一个，看看，你不要嘴闭着啊，够吃了，够吃了。给我倒点水，老板啊！等等等等，你赶紧呢，给我倒点水。这么多，吃吧，这些包子够你吃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别怪我没劝过他。哎呀，这西满汤吃的这个啊！哎，大飞，你听过一句话吗？啊，俺们是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。诺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今天来点。会冷饭吗？肯定是啊，没有打开看看啊，那肉饱满啊，不会吗？哇，五味俱佳，外焦里嫩呐，把我吃的都给看残了。哎，你慢点，你给我留点儿。给你留，给你留，等下我说。直接上手了就。哎呀妈，没人跟你抢，这狼吞虎咽的呀。这是鱼干是吗？对，这是鱼干，补不补？这要我咋回答啊？嗯，走了 ，OK OK OK， 赶紧自个也学两口。嗯，你底下手指给我。你要手指干啥？哦，哎呦，我咋问你呢？我要的是正经手指。哎，走
然就点这么多，未来一周就吃这玩意儿啊。这个我可以，我都不好意思点破它。当南方朋友第一次吃北方麻辣烫，今天带你吃个东北正宗老式麻辣烫啊，黏糊的。不就是麻辣烫吗？还有什么正宗不正宗，老式不老式的？哎，你别问，你到了就知道了。哎，它这里不应该有个大柜子吗？这不都在这儿呢吗？哎呦我去，那么多，装不了吧？好不习惯了。你事儿真多，我那啥，我去点单，你要吃啥呀？少麻少辣的呀？我要不麻不辣的。你直接吃汤得了呗。又有芝麻酱啊！哎呀，来，在你家灵活白糖，老毕了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妈，还能都加白糖，加白糖，真的是，这怎么吃呢？麻辣烫加白糖。这怎么都是青菜和豆芽呀？当胖丫吃肉，你吃还那么多事，你赶紧尝尝得了，老好吃了。不要打压，老妹儿啊，你说什么来着？有点糊嘴，有点糊嘴，那我懂了。来，你加这个他就不糊嘴了。等一下啊，这位是不好了，你倒是说辞啊。嘎嘎好吃，来是看我去是够，点头 yes 摇头 no， 要打招呼喊哈喽，老毕了，哈哈喽。当南方朋友第一次在北方吃大棒骨，来一个盐爆花生米，再来一个，我的妈，你看你又来，你吃不了，那几个骨头啃啃手指就没了，那怎么会吃不了呢？好的，你点吧，点吧，点点点吧，点吧，穷中二兄转世吗？就这几个就好了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那傻笑啥呀？二兄，你吃着二师兄。哎呀，我的妈！看啊，你看，哇、哦，那你搁这喂鸡呢？快乐是什么？哎呀，这骨头呢？快乐就是宰一下啊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快乐就像快乐就像嘎嘎好吃。别让我讲给你听啊！哎呀，好家伙，真的有这么丝滑吗？你知道这铜骨的精华在哪里吗？哪里啊？骨髓。你尝一下，俺们这酸菜，俺酸的嘎嘎好吃。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别吃，你蘸这料。那我酸菜哎，你蘸吧，嘎嘎好吃，你信我的。你就骗我啊！哇，他是不是不被打脸就不理？你那刚才是用芥菜做的，知道吧？哎，那我问你个事儿呗。啥呀？你觉得哪个好吃？又给我挖坑！哎，我学聪明了，我不跳。吃饱了，吃饱，炫饱了。这回又够你吃一周的了吗？你还别听葱吧。当南方朋友第一次在北方过端午，走啊，我带你去买个红绳啊，完再带你买个纸葫芦去啊。什么东西啊？红绳、纸葫芦。哎，一会儿你到了就知道了，走吧。这个有啥用啊？这个你绑身上，完了不招蚊虫。哦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呀，这个就是红红火火的意思。又到了吃饺子的季节了。对。我们是带那个红鸡蛋还有红鸭蛋，然后拿一个就是那种装篮球那种小网，然后挂在这里就到处走。它有肉粽吗？俺们东北哪有肉粽啊，全是大枣粽蘸白糖吃。那不行，我是肉食动物。哎，这玩意儿嘎嘎好吃，一会儿尝尝。这边的都是大枣味蜜枣味。那我试着来抱一个。你能整明白吗？姐给他打俩叶子让他整，我看能整明白不。我是不信他能成。哎，行，就这个就行。我看这就差被嘴里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已经看不下去了，这谁看得下去？我看看，哎、来，我看看这形状。哎，那边呢？多好看！你看，正面就算了。快尝尝，快尝尝，试一下。哇！哇！你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吃。我再给你加点白糖。哎，这啥呀？这是加点白糖更好吃吗？来是看我去是够，点头 yes 摇头 no， 要打招呼喊哈喽。这个粽子太好全包了，哈哈喽。当南方朋友在东北摘野菜，带山上挖野菜，回归童年。那这
你们这还有野菜啊？啊，来拿着，快点的吧，一会儿大爷大妈挖没了。你咋跟猴似的？你瞧瞧这么健硕是什么样？这个一片是什么？啥呀？我看看，你看，我妈，我去，这不是小蝌蚪吗？小蝌蚪找妈妈呢。蝌蚪能吃吗？哎呦，装病吗？娘啊，这个是吗？我看看啊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不是叶子吗？这玩意儿不是，你快来快来快来，这全是一大片溜蒿，这玩意儿可好吃了。大白，大白过来，快快来！哎呦我的妈，快来快，这是一大把一大把婆婆丁，拿着。这婆婆丁？对，这就是婆婆丁。这，哎呦我的妈，你这么吃它干啥呀？不说能吃吗？这得回家蘸大酱吃。一会儿把这给洗一下子啊。啊好。喂，你这都啥玩意儿啊？野菜啊。好我的妈，这不就是草吗？这玩意都是。那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！来吃吧。你真的不炒一下吗？哎，清热去火，去热气哦。啊，教你这玩意儿。今天来多炸一点啊。好了。嗯。啥狗？怪不得说给你们一碗大酱，你们吃遍整个世界了。来是看我去是够，一口尝了尝了，摇头闹，要打招呼喊茶露茶露茶露。当广东朋友第一次在东北吃鸡架，我带你吃鸡架去啊！啊，它有烤的，有炸的，有拌，你想吃哪种啊？鸡架什么东西啊？鸡锁骨？什么鸡锁骨？骨头啥玩意儿？鸡架就鸡架，可好吃了。走吧，站那。咋了？哎，东北习俗踩井盖打响，你看又踩上了。哎，广东习俗踩到地下打响。这个就是鸡骨架呀。啊。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这个在我们那边都是不吃的。我啥玩意儿真不会吃啊？白切鸡不好吃吗？你非得吃骨头不吃肉？我啥玩意儿？一会儿你就知道啥叫真香现场了。多少钱一个？八块。你自己挑一个，想哪个来哪个。你别靠那么近啊！我们这个炸完是酥的，因为别忘了吃点那骨头，骨头还能吃。这个就是啥？这个就是蘸那个料。这不会咸吗？一点都一点都不咸。这个你别流口水啊！你别流人锅里。没有。哎呀，现在就开始卤了是吧？啊，这个就是糖醋。对，这个糖醋那个汁儿。要卤一下。对。说起了。一股醋味，嘎嘎好吃，你尝尝。你这么吃它没有灵魂，你知道最有灵魂吃法是啥吗？什么呀？吃嗦了，看好啊。哎，拿起来。好孤独啊你。嗯，是不好吃啊？它那个骨头都是脆的，你知道吗？贼拉好吃。没有了。老板，这些我全包了。这几个我南方不吃，东北跟南方朋友说去打麻将，我出一趟啊。啊，我打麻将去。打麻将？啊，是啊，我也去。你等我看看王心凌的啊。你快点的吧啊！要拿几块钱的呀？不知道呢，十来块钱吧，到了就要了。十来块钱了？啊。哎呀，花钱不够。快点，盯啥玩意儿呢？赶紧的啊！啊，走吧，走吧。这就是你说的打麻将啊？这就麻将啊？你不要打吗？打吧。啊、大肥啥时候变这么礼貌了？啊，你不要打麻将，来打吧。这怎么打呀？老板，帮我打个麻将。听我说，谢谢你。当南方朋友在东北入夏不听劝时，你在干嘛呢？这不收拾收拾屋子吗？完正好给你铺个电热毯。电热毯，大哥，大夏天。不是你干啥呀？好不容易铺好的又整乱了。来，看看外面阳光明媚，30多度、40多度，你给我铺个电热毯呐？没得害个。啥玩意？你要不懂，你别在那乌扎呱呱叫的。啥？哎，我的妈！要不要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算从这跳下去，我也不要。行，我拿走。大哥，你把我当床单铺。哎呀，大哥还没有睡啊？你要干啥？这大晚上的呀！我跟你讲，我没想到晚上这么冷，我那个屋子的暖气要停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睡进去，快点！哎呀，
哎，真舒服啊。你快回你的屋睡去。哎，光能睡觉那么多话说了吗？当南方朋友在东北保持的讲究。我今两个桃子要吃吗？行，走两个吧。嗯，吃吧。这啥呀？这是？啊，我这怕吃个桃你还削皮，削啥皮呀？他妈直接吃就完了呗。这有毛怎么吃？不真能讲究。来，大雷。菜呀！啊、大哥，你菜呀！来来来，给我菜呀！啊，没吸管吗？我炸！这就全包完了啊！吃饭！你这大葱放在这干嘛呀？这吃的，你别动，别动，看，滚！啥好吃？你不洗一下，放在这桌子啷个脏？这也不切一下，怎么吃啊？哎呀妈，在这家讲究啥？来来来，你尝尝，我尝，我就切一下，尝。哎，吃了，不是，哎呦我的妈，这还贴分呢？这贴分哪有灵魂了？这多好看啊，情侣的。哎呀妈，从吃猪蹄这么费劲巴拉的。我手套，那只能这样子了。哎呀，你慢点，一会儿再手掉。哎呦我的妈，到底嘚瑟掉了。三百冰冰还能吃。哎呀妈，直接用手抓着，你看就不能掉了吧？来是看我去是够，点头 yes 摇头 no， 要打招呼喊 hello。哎呦，受不了爽！南方朋友在东北吃大头菜，你上街呀、啊？哦，我买点菜叫咋了？那买几个大头菜回来啊，晚上做个菜给你吃。啊、嗯，行。啊，喝茶的给我整一杯。嗯。大头菜呢？在里面呢。哎呦我的妈！没有啊！哎，别发了，大白，这就是这，我说这个，这个是大头菜啊？对哦，这个是椰菜包心菜。啥吧椰菜？鸡鸡歪歪说啥呢？我还椰素呢。大头菜是那种尖尖的，下面也尖尖的，然后它像个杵一样，绿色没有叶子的。我啥玩意儿呢？你要啥色？你说你要啥色的？我要那种尖尖绿色的，他们旁边没有。哎，行，这真难伺候，你自己买去吧，我不管了。你拿回去退了，我跟你讲，那买个菜咋那么那个？快点，你肯定被老板骗了，真的是了。他到底在说什么玩意儿？南方朋友在我家做馒头，买点啥吃呢？我再给你整馒头。不是啥玩意儿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这玩意儿能吃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要会说话你就说话，不说话你就回去。阿姨现在教我和面，到时候拆馒头不是手到擒来吗？你瞅你怎么整的、啊？你跟泥巴似的。哎，对了，那留我们做几个？啊，七个够了。七个肯定不够啊，都还不够我三牙缝的呢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的妈，瞅你的肚子多大了，又再撑爆了，你吃不了。好好好，那我先做好了。来了，馒头、辣白菜，这啥呀？这是不是？这也太少了吧？不够塞牙缝的呢。什么太少了？你不是说七个就够了吗？哎，你是这么小馒头，你就忘带小馒头啊？你家忘带小馒头这么大个呀？赶紧吃吧！不是那么一大坨面，就整了这几个。对啊。当南方朋友让我第一次体验生吃海鲜。这么野蛮的，你生啃茄子啊？多好吃，你啥也不懂，尝吗？哎，我不要，跟个厨子一样。哎妈，做红烧鱼吃啊？行。哎！你这么新鲜的鱼，做鱼生啊？你这个，哎呦我的妈！拿来做鱼生，你看活蹦乱跳的。哎呀妈，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，还生吃？快靠边吧啊！我跟你讲，配点姜丝啊，柠檬叶啊，我吃到爆炸、啊！哎，阿姨，这个虾这么新鲜，拿来做最香啊，嘎嘎好吃！啥玩意儿？这带壳的，生吃你不拉嘴吗？你还说我野蛮啊？你带壳吃你不野蛮？我把镭射口踢，来，哎呦，我来做完了，让你去休息吧啊！哎，对。怎么样？那个怎么样？这还用说吗？你来这炒点菜吧。哎呀妈，帮我帮你，我帮你，你先吃吧。嗯，大白，嗯，
那能好吃吗？好吃啊，试一下这个。来是看我去是够，点头 yes 摇头 no。你真的不来？不不来不来不来。哈喽哈喽哈哈喽。当南方朋友，在北方煲鸡汤。你去帮我找点香料回来。我找了半天，我就找到了八角啊、香叶、陈皮什么的。不是，那你还要啥呀？我还要枸杞啊、红枣啊。枸杞、红枣、哦、啊！对对对，你们那边喝汤讲究。哎呀妈，不在这儿的吗？你瞎呀？那还有那个党参呐、啊、玉竹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这都啥玩意？啥跟啥？这不都中药吗？他拿来熬药嘞，那就是中药；他拿来煲汤嘞，那就是香料了。啊！我的妈，那中药煲汤，那汤不得一股药味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那鸡的标配那是什么？土豆跟粉条。哈、啊？哎呀，我自己来找吧。你们家有那个天麻普茯苓吗？没有那玩意儿呢。那三七，三七总有吧？哎呀妈呀，没有。怎么搞错啊？你这什么药材都没有，我怎么煲汤呢？有开塞露，开塞露你要吗？我的广东朋友有多省钱？你帮我倒点水呗。哦，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就我矿泉水。你在家你有开水，你不喝你喝矿泉水，那多浪费钱呢、啊！哎，我的妈，就一罐两块嘛。哎，刘啊，你们这个怎么撕的呀？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子。来，哎呦我的妈！啊，我手！哎，我操！哎呀，没事，我直接擦就行了。我去，我们真脏噻！你愣着干啥？赶紧帮忙！大哥，很贵的哦。那垃圾机你俩有啥扔的吗？没有没有。哎呀，阿姨，啊，你这钱要丢掉吗？是不是没有用了？你这，那给我吧，给我吧。不是，咋你转行了，改收垃圾了？哎，这些东西很浪费的。我到底看看你能做什么样啊？去开个门。这是藏垃圾还是藏宝贝？又来一个门。哎呦我操！靠边靠边。哎，这啥呀？这是不是你啥时候堆这些玩意儿啊？这都啥玩意儿？这个呀，哎呦我的叮当的呀！我跟你讲，这可以卖钱了。哎，行行行行，今天啊，要不然你给他们整出去，要不然你自己出去，要不然你跟他们在这过，你选一个。这些东西能卖很多钱了，我卖了我炖到鹅去，哎，我就不给你。哎，要来高呼喊哈喽，哈喽哈喽哈哈喽。和我的广东朋友一起吃饭时，我就给你俩做个娃娃菜汤，完了炒个茄子，拍个黄瓜，行不？啊，行。阿姨好像没有肉哎，整个肉呗。那就把那个炒茄子换成那个小炒肉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哎，阿姨好像没有汤哦。啊，我的妈，那上他妈妈菜那不就汤吗？咁刚才唔一样啦，我要的是那种炖的汤。服了你这一天的，这个儿子，妈再去做个汤去。哎呀，阿姨啊，没有青菜吗？有啊，这白菜不是是吗？青菜是绿色叶子那种青菜。哎呦我的妈，你事儿真多，你别吃了。哎。广东朋友自以为学会东北的整，晚上整点啥呀？啥都行啊，整这个我知道，就是吃的意思嘛。啊，我的妈，这把你弄的这样。阿姨，整啥都行，我不挑食。哎呦我的妈，挑食！哎呀，我去上个厕所去。还毛了三光的你。哎，聊聊聊，厕所好像被我拉堵了，怎么办？啊我的妈，这天天你能干啥？上个厕所你都能拉肚，你这别骂了，别骂了，怎么办啊？那我咋整啊？啊？哎呀，算了，我去整点啥吧。你别乱来，你干嘛？办了，兄弟们！什么叫乱来？这整一下不是很正常吗？哎，你靠边！正常吧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嘛你？哎，阿姨，阿妈，你这都吃东西。我的南方朋友吃饭有多讲究？不是你干啥去啊？我碗吗？不是饭都没吃，你刷什么碗呢？这碗吃饭之前要用开水弄一下杀菌哦。不是吃个饭怎么磨叽？又咋了？你把垃圾放我旁边干嘛？什么垃圾不垃圾？这是菜。在我们那里，这碟子就是装垃圾的。哎呀妈！哎，你吃拉倒。哎，不不，我吃我的。嗯。哎，你又咋的了？这吃饭之前要先喝点汤润喉。
啊？还喝不？我不喝了，不喝了。来是看我去是够，点头 yes， 摇头 no。要抬高不喊茶漏，真好喝。哎呀，服了。当南方朋友试图理解东北人口中的小面条，那到我一份了。我吃小份就行。羊好了，你给你煮的。滚！不是，哎呀，这么大一份吗？我不是要小份的吗？我去拿个小碗自己分来吃吧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这才是大份的。这个叫大份啊！你这都用盆装的，你看比我脸还大。这个才是盆呢。这个叫盆，这个叫碗，这个叫什么？这是放调料的呀。啊，大北，晚上吃点啥呀？阿姨，我晚上不吃饭了，我中午吃的面我都顶到这了。晚上我给你做卷饼吃。卷饼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妈，就是跟手抓饼套差不多。那可以，不多，我能吃得完。来，点好了。这是手抓饼啊？对呀、哦。这不差不多吗？这差不多，这手抓饼它祖宗嘛，你看。啊！来是看我去是够，点头 yes， 摇头 no， 要打招呼喊哈喽，哈喽哈喽哈哈喽。当我来南方餐厅点菜嫌多时何解？不是啊，你给我这玩意就麻花、啊，这东西。我炸！这啥呀？这是？啊！我的妈！这啥玩意儿啊！我炸！啊！我的妈！不，这啥玩意儿啊？怎么这么能吃啊？你跟我俩开玩笑呢？我还没怎么升官呢。哎呦我的妈！那好吧，那我再给你点个硬菜，烤一次。这啥呀？这是？这啥呀？这就你说的一整只啊？对啊，烤完穿的，这不是一整只吗？一模一样的再来两桌。哎呀，你真好，算了，我来两斤吧。南方朋友在东北参加婚礼，今天吃喜酒你不会忘了吧？没忘吧？哎，才11点，刚招呼他呗。哎呀，又他的。哎，11点就开席了，你赶紧的，还不着急？哎呀，我们现在去了，晚上去干嘛？啊，怎么晚上就散伙了，各回各家了。散伙饭啊？想啥玩意儿？哎，赶紧的吧。你看电话来了，我赶紧接吧。哎，你俩出发了吗？干啥呢？快点啊！那哥，我们不是晚上吃饭吗？怎么改中午了呢？哎，你小兔崽子，我是正经的头婚，你俩到底来不来？不来拉倒。我。南方朋友和东北人出门喝酒后，你不喝酒去了吗？咋发现去了跟小孩一桌啊？没喝成，他们让我回来了。啊？那咋可能呢？一般没几个点结束不了啊。对，他们就让我走了。我进门他就让我走一个，我坐下来他们又让我走一个，这不就是让我走吗？哎呀，欢迎我，我真服了。要走一个就让你喝一个，不欢迎能请你啊？你老想啥？我。慢点儿。我的广东朋友对于米饭的执念，我这几天在东北玩的挺好的，就是好几天没吃上饭了。哎呀，没吃上饭，那中午能面狗吃的啊？我妈穿的了呀。哎，大白，嗯，我妈晚上不在家，咱吃点麻烫啊？行，再点饭啊。啥麻烫加米饭？那没主食肯定要吃饭的呀。那咋吃火锅？行吧，你记得点饭就行啊。啊，我吃火锅吃不饱你啊，还要加米饭。那主要是没吃饭，感觉没吃饱一样。哇，你真的全买了啊？你不要吃饭吗？你等一下啊，这些不是你的啊。啊。来，你的饭，你不愿意吃米饭吗？吃吧。这啥呀？这是啊？这干吃啊？那不然呢？啊！来，去是够，点头 yes， 摇头 no， 要打招呼喊哈喽，哈喽哈喽。
当南方朋友说要在东北减肥。哎呀妈呀，这大白减肥了，这是我今天听过最大的笑话了。你看什么时候都没有嘴就馋了吧？我去做蔬菜沙拉了，吃咩呀？家里没有沙拉酱，我先做个东北蔬菜沙拉啊。这什么蔬菜沙拉呀？蘸酱菜，俺们东北版的蔬菜沙拉。不，这蔬菜就算了，这个辣椒、萝卜怎么生吃啊？还有大葱，不是咋不能吃了？这啥呀？这是啊？哦，好了吗？来，大肥吃饭了。来，给，这是你的。哎，减肥餐。那对。哎，这是我的。哎。哎呀妈，这谁做的这么好吃呢？真香，就是咋吃不完了，咋整呢？哎，别动，你不是减肥呢吗？不，阿姨做这么多菜，你们也吃不完了。来是看我去是够，点头 yes， 摇头 no， 要打招呼喊哈喽，哈喽哈喽哈哈喽。南方朋友在我妈妈面前说业绩，我嗓子好干，好像热气了呀。哎呦我的妈，你多喝点这水不就完了？哎，真的呀。来，大肥吃点橘子。哎呀，阿姨，我不吃，这太热了。热，刚好吃点凉的。不是，是这个橘子热。不热呀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凉凉的。阿姨，不是那个温度热，是橘子热，热气窝。啊，你听懂了吗？他毕竟说的都鸟语吗？你说的才是鸟语，真的是。冰镇的还热呀？哎呀，阿姨，热气就是吃了会上火的。吃个菠萝吧。那菠萝也热气的哦。大肥咋啥都热气呢？哎我的妈，妈你别管呢，来给你冰水，来叫我去了，来我给。